唔好心急住。大家睇我哋介绍之前，记得要 like 我哋段片，同埋 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 啊！而家首先带大家睇下天龙嘅示范单位先啦。呢度有自己嘅独立电梯大堂，发展商都好好啊，送到一个专系摆鞋嘅私人空间俾我哋。出边呢一度咧就可以放下自己嘅盆栽，做下点缀啦。另外呢一度有一个 LED wall， 系咪好靓呢？而家出边嘅世界咁多细菌，尤其是有小朋友家庭更加需要注意啊！发展商送咗一个 LG 嘅衣物消毒机俾我哋，喺冬天嘅时候，我哋喺大褛啊或者冷衫啊着完之后翻嚟未必洗嘅话咧，就可以摆喺度消一消毒，咁就放翻落衣柜都唔惊啊嘛。呢个长形厅咧感觉非常之阔落啊！而家就带大家睇埋个露台啦。呢度嘅弧形露台真系好大好靓嘅，由呢度望出去嘅维港景色一定好靓嘅啫。主人套房就用了一个透明的衣柜分隔了睡房和浴室的部分的。这个透明的衣柜就算我放了衣服在里面之后，我都可以很容易找到我想要哪件的。这个空间放完一个 queen size 的睡床之后，都可以做到三边落床的。呢度就用咗坑位嘅透明设计，我自己就好中意呢个洗手间配色啊，因为佢用咗黑同金嘅配搭，十分之金碧辉煌噶。另外发展商都好贴心，我自己就好中意呢一个双开门嘅设计啦，因为佢每边嘅门可以做得短啲，咁所以出入咧就可以更加容易啦。呢度有属于自己独立嘅电梯大堂，一出 lift 已经翻到屋企啦。呢个屏幕仲可以放自己中意嘅家庭照，一出 lift 顶眼就见到，又话几窝心咧。发展商仲送咗一个专系摆鞋嘅独立空间俾我哋，咁就可以维持翻出边呢度嘅整洁度。这个客饭厅用一个温暖的卡其色做主调，而墙身的皮革都十分之有格调的。这个饭厅的空间非常之大，放到一张至少八个人的大饭台，而外面的露台都非常非常之大，可以饱览到180度的维港景色。主人房呢度两边都做咗大衣柜，一定够晒用啦。佢用咗玻璃嘅设计，空间感都非常之够噶。就算放完 queen size 嘅床之后，都可以做到三边落床。
一起身擘大眼就可以望到一个咁靓嘅维港景色，你话几开心呢？单位采用传统的梗厨设计，空间宽阔，中岛设计提供更加多的主食空间，厨房提供嵌入式的设计焗炉、咖啡机、红酒柜等，工作台下面移动式的储物柜可以增加储物空间。厨房入面设有保姆房，我哋都专登带大家嚟启德跑道区睇下天龙嘅实际建筑情况啊！如果根据翻头先嘅模型咧，我哋而家身处嘅位置之后即将会有一条天桥接驳过嚟嘅，咁之后天龙嘅居民出入都会非常方便噶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段片，亦都想睇多啲新本资讯嘅话，记得要 like 我哋段片。同埋 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， 之后再见啦，拜拜。